21号，香港也遭遇到了雾霾天气，这样的天气无疑给到此一游的游客添了堵。不过有人想得周到，在岸边竖了一个巨幅的蓝天白云的宣传展板，供游客当背景拍照，让游客宛如身处拥有蓝天白云的香港。回头看看这照片，能不能够骗得了自己呢？